昨天表妹拿了很多水蕨菜，我今天带她来拿三蕨菜。我现在在这个大山上，到处都是大山。啊，这个上面好多，啊，我就随便拿了一点就有这么多了。只是盖在这个草的下面。我们要把它晾出来打磨一下，别干。就给你啦。还有哪个呢？不太呀。那不合肥呀。那不是。嗯，昨天晚上。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到山上来拿蕨菜，蕨菜呢我们又可以用来炒着吃，也可以用来做酸蕨菜都可以。到了冬天，那个根我们就可以用来做那个蕨粑，是用这个蕨菜根做的。我现在是在这个山上面，表妹得了多少啊？得了一捆呢。手都拿不到了，我看一下。看，好，这么多，来。这么多，来，给表哥放在口袋里。拿起我的鼓，敲起我的锣。然后把韭菜拿完了，很多脚汗，很多脚汗，路上那脚是跳的弹的，血淋淋的，真的很发抖。哎呀，发现了，终于发现了。这个蕨菜是这样子的，跟那个昨天那个水蕨菜不一样。我几个人过来点嘛。我哈克。哈克。超不巧，哈克。哎，这个我还要把你盼他，就摘下去哟。那是怎么好？上去了，进去了。上去没还得嘛？进去吧，哎，慢点。哎，兄弟。哎。哎呦。我们就随便找了二三十分钟，就得了那么多。现在准备回家了。啊，这里好像还有这种比较矮的，再过一个礼拜来，它就长高了。我这里发现有一片小米，应该是别人种的，这不是那个雷军的小米啊，是我们吃的那种小米。